基本手型是在万籁生的武术的流派中常见的手法。金刚指，一个手指；金剪指，两个手指，像剑结一样；金铲指，三个手指；叉掌，四个手指；勾手。立拳、平拳、鬼头锤、鸡心锤、柳叶掌、前掌后勾、伏爪、空心掌、暴爪。鹰爪、手型操、金刚指、金剪指、金铲指、叉掌、勾手、立拳。平拳、鬼头锤、鸡心锤、柳叶掌、虎爪、空心掌、暴爪、鹰爪。金刚指、金剪指、金铲指、叉掌、勾手、立拳。平拳、鬼头锤、鸡心锤、柳叶掌、伏爪。空心掌、暴爪、鹰爪、